Hello，晚上好。本来想说5点睡觉，结果一样后台东西用一用，分段分一分，就快6点了。然后去吃个饭，然后回来已经快6点10分。然后因为吃太饱，又不能马上睡觉，所以是靠着床，就是枕头垫高一点，那样靠着躺着。好累哦，天啊，好，先进去，自己建立，设定完毕，是。本来刚刚想去问音乐他们的，就好像都不在，就先开台。郭云奇，张丹乔治，绿茶牛奶，朱少平，吴萱萱，魂子，张丽玲，TSAIDHAOLIHIIN，还有谁？看一下哦，黄翔翔，CWYE，你是冬雨吗？海豚YENSUNG，奇怪，好多英文名字哦，RUBYCHEANIN，声母和彩衣麒麟鞋好红，不会啦，叶红叶静红麒麟鞋很厚，会厚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还没遇过更厚的、欸。你是打力战麒麟是不是？哦，白痴哦，冷冷哦，干，不要换头像好吗？然后说空，他们乱换头像，认不出来，白目。踩在那根线上，踩在那根线，从6000变2万。小马子龙弟弟下礼拜才开学，好多都下礼拜开学哦，加油哦。下礼拜开始就不会这么拼的啦，因为大家都开学，可能就没有观众了，就不会那么累了，就下舞台可能就是偶尔开开。我刚想说哈记分享的什么，点开来看，就是我们那天那在讲的啊，那什么酱油踩在线上，3月，你就好好补下面吧，下周开始就看情况啊。我还没有开启真的名大学生啊、哦，真好，开学离我好遥远啊，已经没有这东西了。实习哦，将什么 CUI
早晚要面对的啊，多放了2个礼拜吧，是吧？可是后面你们还是要补回去，不是吗？就暑假也变短了，还是什么的，不是吗？毕业也延期，毕业延毕2个礼拜，感觉很棒诶。因为其实你毕业后也不知道干嘛，你干脆就是去学校看电影，去跟同学打球什么狗的，我觉得还比较好。反正你也是待在家，不知道干嘛。很多都是马上毕业，马上出一大堆车祸，有的没的，超恐怖诶，看太多了。那开台前还在看那个很多什么麦块的怎么建筑啊，怎么盖，然后就哦，他因为是我觉得是因为装了光影的模组，然后盖出来才比较好看，然后都有几十万人以上在看，我说哇，那我也来拍一个，可是就感觉拍了又没什么人看，算了。看到底贴图，我想到啊，我贴图还没整理，还没用哦，麻烦，气死了，累死了。噔噔噔，哟，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。我要把打哈欠传染给你们，好困哦，怎么那么困呢、啊？你今天下午打了一些些，打了一些些魔物，看一下哦，是310次只是怎样？完全吞下猎物后，腹部会肿大，会大胆的以巨大的腹部发动攻击，集中他的腹部攻击。哦，真的会有介绍，我来看一下好了，新的魔物有什么？剥除其身上的积雪，能将其从雪中引出来。若能活用投射器引爆弹，有利于战斗。此外，建议集中攻击脚踝部位。好，感谢蚊子的50颗星星。喝润布吗？不行啊，阿哥。哎，我也好久没有去拿一下好了。我的冰箱有一罐那个啦，魔爪，等我一下哦，暂停一下下。回来了，最怕是喝了之后晚上睡不着啊。这罐好像已经放了快3个礼拜还没喝了，想说那阵子就不会很累，就没喝了。就之前喝到就是日夜整个完全颠倒，就没有再喝了。攻击发起猛烈冲刺的脚步特别有效。此外，冲刺时速度对冲击很弱。投掷几次飞散核弹或爆裂结晶，可使跌倒。真的诶，他说丢粘着时马上爆掉。干，没看到东西诶，什么东西？奇怪，刚刚的音效不是
刚刚的音效不是星星吗？校园安安，寒假的时候都在忙忙家，都很早睡。感谢进的200颗星星。哦，感谢感谢。刚刚是支持者吗？有吗？我没看到支持者哎、欸，谁支持？没有啊，我只看到给星星的，没看到支持者、欸。支持者会有好像钱洒下来的声音啊，会有嘎嘎啦。嗯，打个字哦。开列跟我说一下。因为其实今天我想说，如果都没人的话，我就去玩，就去 Steam 赶快买那款游戏下来玩。它是那个真的很像 POE。的游戏，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也是一直在弄。他说，啊，那就是怕说有东西太多东西要弄，再加上要剪片要忙，有的没的，就连魔物也弄不起来，那款游戏也弄不起来，什么东西的。名字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好友，看一下他，我记得他们还在玩，不，没在玩了，我找不到了。检视，等一下哦，显示个人档案，然后。哦，找到了。现在还没特价，500多块钱。Each of you has always been stubborn in your own way. 这个。Stubborn to have it your. 这款游戏很暗黑破坏神跟 POE 的感觉。啊，最近其实看蛮多人在实况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只动物，不是动物，魔物。啊啊！我不是说开业跟我讲一下，你就先进来了。你要先进来，等下再打字啊，看你还在看图片。哎、哦欸，我现在才知道对狩猎有用的资讯真的有用哎。他会写啊，虽然我也没在看。我也没在看，然后刚好看到猛牛龙。有飞散核桃，爆裂结晶，死期猎道。我也是听你刚在那边念，我才知道那个冰玉龙可以丢音爆弹，真的很好笑啊！壁毒龙就还好哎、欸，就是说它动得越快，越容易变慢。越快心则慢。以尾巴三动吐气，睡眠间。左阿哥，经常在空中行动，未曾自行降落到地面，因此需要惊吓他死之坠落。怎么惊吓？谁啊？那浮棉龙啊！打字跟他讲surprise。什么？你要放贴图给他看？哼，惊叹号！看到不知此繁中啊，有简体吧？我记得。啊，你要看一下我刚贴的吗？这块 P O E。
进食后脸部。遇到厉害的敌人时，好像会无法进食。哇，这个也太像 POE 了吧？对啊，最近超多人在玩哎、欸。哇，他的天赋数怎么感觉很帅？还是他不是天赋数？你几分几秒？不是几分几秒，我在看底下的动图，他有那个关于此游戏，你点下来拉开了一个那个旋转的轮盘。它是 skill tree 啊，所以是天赋树啊。对啊，天赋树啊。啊，重点是它可以转啊，把它转上小的、啊。它是这样点天赋的，是不是？嗯啊。好酷哦、很活哎、欸。可是就是褒贬太不一啦。嗯。他们都说连线很烂呢、欸。对啊，连线问题很严重。那就跟魔物当初的时候一样。你今天要刷什么？凑五十只这样子。可以啊，你要刷五十只吗？可以啊。最棒的刷就是刷那个、啊《猎人们的梦想三》。驯龙跟浮棉呢、啊？哦，可以啊。嗯哼，战成黑狼了，呜、嗯。那个只能靠调查了，调查跟剧本。有啊，我有留。我有留啊。还好我们五只就大小金，两、欸、个都不见。那入手金打五十只有吗？没有吧，合作的我不知道没有哎、欸。啊，入手金好像不能打哎、欸。我们要打是古代入手金。感觉应该没有哎、欸，合作的好像是一次给完的。嗯。那你昨天跟江江他们玩到几点啊？看你昨天还在线上。没有啦，我去帮他们打一下炎飞而已，我就下来。哦。他们打不过。结果我要去帮他们打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能打。炎飞要五十等，他们一个三十九，一个二十九。啊，然后嘞，陪他们练一下等。然后就帮他们练一下等级，我就跑了。我把他找，那昨天我不是说。钩爪一巴掌拍死那一段，我发现说那个是关台后的事情。哎呀！啊！就说关台后露营城市要还是要开着？不行，开得太危险了。怕遇到不可抗力吗？嗯。什么不可抗力？那万一不小心录到了什么不该录的，那直接PO出来。哇，爆了！他从此人生阴影就这样子，无法磨灭过去了。捷运刚刚没看到 FB 霸凌我吗？我也是手机看到留言看不到，每个人都能看到全部的留言。可是繁星 PO 的那个，所以我 PO 的看不到吗？那我再 PO 一次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看到你那个了。感谢杰云的一千颗星星，感谢感谢。那再丢一次，这个。好了，我好了，等你。我快好了。跟。
没特效下不到教主，你要怎样的特效啦？调查活动。不是，我觉得音效要看什么场合吧。如果很认在玩 UHC 还是什么那种时候，当然会吓到。现在是在放松聊天，吓不太到。又不是说类似真的那种极限生存，不能后血啊！你要很专心在打，靠腰。这转蛋好特别哦，扣起来还要再压下去。马仓叶，我只是单纯想要四位数的星星可以召唤出流星雨啊！有没有想太多了？哎，这做的好棒哦！天哪！但那我想要转安娜的，你好了哈？有好了。哇！不要逼我去转蛋哦。该转了。看，还是网络上买得到啊。做的好好棒哦。我觉得都买得到呢。你有看到我昨天贴的吧？那个，我看到啊，你抽那个，你去抽夜王的那个转蛋吗？我抽到马仓叶，突然发现好像马仓叶是还好的耶，我突然好想安娜跟夜王。你说还愿吗？哦，那白痴哦，哎，还愿也快一年了哎，还是一年了啊？你还愿意吗？当初是玩朋友买的，然后后来他就下架了啊，想说好，那如果他再上架，我就要买了，他就不回来了。没办法，对面的不给。可怜、啊，被搞到不见了。对啊，然后之前有个朋友也说要跟我借，他说已经想买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恐怖游戏吗？恐怖游戏我是可以玩，可是你不能让我晕啊！你让我晕，我玩到一半就吐出来了。好，你去用，你去用。你还愿意吗？中的不错。嗨，好久不见。你要受到什么惊吓啊？闪光弹？闪光弹算惊吓吗？那每只都会下来吧？音爆弹呢？哦，他吓到了，他吓到了。可以啊。这不管是谁都吓到啊！滚爽没？
去捡，我去捡。哎、欸，好快！怎么啊？好快！他醒的速度好快哦！我才刚烧枪完，要撞他就醒来了。哇！感谢秀，你睡了14小时，哇！你怎么那么会睡啊？怎样啊？14小时？就那个啊，一巴掌拍死龙的那一位。我好希望我一天能睡过12小时、哦。可以啊，你就现在去睡觉、啊。行啊，我睡到大概6小时，我自己就醒。自然醒，你还愿意吗？我突然发现这音符都是四个的，好累哦！你可以吹追踪啊，三个的。好有道理哦，你这么棒啊！是不是？跟你搞鬼、啊！哎，睡着了。好丑。昨天说要去睡觉，到刚刚才起来。哇！怎么睡在这一侧？叔叔妹，裂伤哎、欸，那也是。对啊，不然我干嘛带笛子？除了棉跟裂都不会有啊。我以为是抗腐棉而已。啊，敢说太慢。很棒啊，晕也不会晕，也不会麻，也不会睡。以前都没有发现到这个的好。
那是学生时期才能完成的事情，说睡十四个小时吗？可是我前阵子才睡了15个小时跟16个小时哎、欸。骷髅了，看要杀还是要抓？杀了吧。好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就有声音，有吓到、啊。你是说38个小时？你是说醒着吗？还是睡着？你最高纪录38小时？我记得我以前最高纪录是。成效、哦，我记得我有睡到30个小时过而已。那时候好像是就是电脑玩太凶，不睡觉。怎么睡？这是30小时。你在做冬眠的准备、啊、你是谁？你好电子，我这个音质，我天！你是怎么机械战警哦？讲话啊！你是谁啊？那我觉得我要重练。你要重练？重练啊！哦哦哦！你睡觉睡30个小时，你身体不会痛吗？很酸啊，最近第一件事情就是哦，好酸哦，怎么天黑了？我还想说啊，就睡觉，怎么还没天亮？想说奇怪，睡多久了？睡一轮了，就发现已经睡到晚上了。还是一样吗？喂，讲话。还是一样吗？你刚刚好一点，但还是很烂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在公司吗？对啊。干，那还可以。哇！哪一家公司？我要检举你。哪一家公司这么好？我要去做。承接任务，有啦。嗯，我就看我的驯龙跟浮面打几头了，24、324，哦，好远哦，这个目标。你说多少？24、324，23跟24啊，浮面23，驯龙20，浮面30，驯龙39。哇，你也打太多了吧？我下午有打个3场而已吧。打3场就跳那么多？没有啦，就只打3场就各3只而已、啊。我家的扑蜘蛛不让我吃饭，好、哦，他走了。Good、把他抱去那个啊，熔炉旁边啊。火炉旁边。直接拉升级了就跑了。喂！走之前还要撞我一下哦，干不屁的。攻你下盘。下盘，不然就打这只装个耐眠、耐裂、耐晕，太浪费格子了吧？是有那个异常属性的衣装吗？打负面的时候穿一个就好了。嗯，还是穿带耐属珠就好了。没有耐属是属性啊，它是异常啊，都不一样、啊。哦，对。我记得有一个衣装是可以抗异常的、欸。
化合吗？还是什么？化合是增加那个啊，免疫吧？对啊，免疫一种吧。对啊，因为从来没有穿过啊，所以不知道。嗯，没关系。好了。没老板，我没吃饭，我没吃。哦，凶哎！哇哇，他没有受到你的惊吓，我吓你哦，没有用啊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听得到哦。嗯，他很外面呢。谁？狗。汪汪汪！他在我们家门口叫哎，听得到？叫。这只魔物好可爱哦，我觉得就很可爱啊。哎、欸，它死得快，我没石头。我捡掉。嗯，给你撞，差点射出闪光弹，啊、欸，吓死我自己了。这个能撞吗？对对对。猫咪，你终于麻啦！猫咪，最近好像看到你的猫麻哦。没有吧？上一场它就没有麻，太过背了。对啊，我说好少看到你的猫在麻哦。哦。它的初期一级该不会是这招吧？脸上都是黏着石。问题才是没有收到金钱。豆豆爆了。豆豆爆了。啊！已经爆弹就看到了。好啊。哦。还是我中到了，感谢捷云石，白痴哦，嗯，测试，没事，我没骂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困。想说怎么突然，怎么测试，看到吓一跳。很多东西做太多都对身体不好啊，你看麦当劳吃太多也是啊，或是什么电脑打太久不好啊，
或是什么枪靠太多也不太好啊。嗯，那不是正常的？怎么很正常？那不是说国防不好？那不是过量不好吗？擦枪容易走火。哎、欸，那等一下，我直接命令猫咪吹那个打锣就好了啊。啊，吹打锣。就是猫咪可以主动像这样子啊，就是看有没有？那个算音爆弹吗？是啊。对，角龙被敲到还冲出来。噔，有没有？可是，一般丢音爆弹的时候，魔物不会晃一下，不是吗？嗯。好，等一下我带来看。好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没事啦，我这边常常抖内都会被我骂。给钱还要被骂哦，给你钱骂我。哎、欸，换你。我给他说。哦，我也去拿。为什么都会上到另外一边呢、啊？嗯，奈玛没了。对啊，给你钱还没骂，当然要骂啊！不是，是你们有赚钱的，我不会去骂。那些没赚钱的还给那么多钱，我当然要骂啊！我会骂你们，因为我嫉妒你们，家境好，没有啦。OK，这次是不是有点大、啊？叮！其实蛮爽的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！仇富吗？不是啊，就是现在小孩子不是动不动……哎、欸，我就是讲啦、啊，我之前在超商卖 Gage。然后我就是去支援，就听到我支援的那间店的人就说，跟一个小弟弟说，请问你们卖 Gage 吗？那个。